开始。来吧，宝，你可以选择一个小小英雄。哇哦，你有这么多呀！哥哥，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多小小英雄？云顶教父的小小英雄多一点没什么问题。你要哪个？我有小小狐狸、小小拉克斯、小小艾克、小小 B， 他们小小提莫都有。要这个。行，还有狐狸呢，狐狸也好看。狐狸在哪？花叶翻。你也太多了吧，哥哥，这是花钱出的吗？是啊，哎呀，没多钱。这个狐狸。嗯，这个好看，要这个。行。他们说这些一共花了4600，是真的假的呀？怎么算出来是4600的？怎么算出来这个价格的呀？我充460充错了，不打。什么？今天吗？然后呢？充成4600。然后呢？抽呗，花呗。那剩的钱怎么办？剩的钱留下版本再用吗？钱在哪呀？这点券不只有25吗？不是点券，充的别的，这个他要抽东西，你得用别的。别说了，我们先开始吧。啊，你怎么没跟我说呀，南尼哈？我一直说呢，你自己。你什么时候告诉我的？你快，你什么时候跟我说的？你说。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呀，也没有人给我打小报告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以前你要是干这种事情，肯定会有人给我打小报告的。我都失误了，那没办法呀，快来吧，快来吧，快来。没有这4600，哪有这些小英雄啊？赶紧吧。啊，我头好疼啊。来，上来第一轮打野怪，我先教你个比较简单的阵容。哇，好炫酷啊，老公，你玩的这个账号跟我的账号完全不一样，我经常都没有这种特效和画面呢，为什么你经常还会有特效和画面呀？这就是军权的魅力，军权的力量。干嘛？奇怪，现在快坏了。你不要老是推荐几个键。如果不点个赞的话，我把你今儿今儿给你揪了。喜欢玩石头人，我让你多玩一门啊！给你来把塞拉西，一趴链趴走，好趴一趴链趴，没打出来征服者，这些搓搓蓝脸汉，趴链，哎呀！可惜呀，这波好像能杀，杀了很难受。一列趴头趴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哪尼？这他妈能死了？头趴，一趴，你就一个边灭火。你就帮啊，你就一个别人越补。我这么多人，啥意思啊？啊，啥意思啊？咬他！你快硬抓是吗？你快帮石头人啊！喜欢硬抓，那龙王也没来呀，你凭啥呀？喜欢走位。想趴，16滴血，他为什么不回家呀？我在等六，你在等什么？你在等死。因为旁边有人儿，我操！没有钉吗？有个钉就好，有个钉能反杀他。龙王喷不能一直喷，
也不去中路赶上，去了，没闪了，没用啊，他不补兵，他不补兵他也升不了级。真无聊啊，真是无聊。跑下路去了，真牛逼。我整个假修，回家。大得快点放了，要不然可惜了呀。是啊，推中，我去，盯不出来是真难受啊！这活其实应该走。不打了，这波龙王肯定在，我们也下来吧，我怕这石头人跑回来我们家不好打。哪里有眼儿，白影可以杀呀，他操，游戏结束，那石头人闪现彩霞，那挺有意思啊，真聪明啊。再见，我溜了。还是应该偷石头人倒好，我出耶，偷队友呢，龙王十五级，那有超级兵啊，你能打过那拉克斯吗？再见，杀完就跑。海隐干啥去了？耶，扣一下掏，不拖。我钻入你的身体，
这大招这都不发，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